劝他见王道宗把祸来找，他二人抓跑又带去面见当朝。官一见，心好恼，喝一声，尉迟敬这一旦不消，臣大军该何罪？难道你不知王法和吕教？吩咐金花武士推出战，推迟在那五朝门外襄阳市上，向着钢刀头上摘下三山帽，身上脱下滚龙袍，腰中玉带忙解掉，五花大绑推着发镖，问武臣把本包不准本章心发焦，报本多亏徐茂公刀下留人，急急忙忙上当朝，手扶金戒忙跪倒，尊一声万岁爷，我的主你洗净焚香，静待犯罪你本当斩。迎面他头堂一来，东里杀西的闯，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单边救我的主他的功劳不小。镇关闻听哈哈笑，快把那尉迟敬带卸下发镖，死罪免活难饶，重债他死是鱼棍在死他牛粮，只立一条便回家去耕种田庙。这个老汉回在家去没事干，每日里去吹雕，雕两只金柴鲤鱼狗，老汉下酒了，这一日正在吹雕，耳听的人又喊马又叫，原来是跨海征东的薛平了。平了马上拱拱手，尊一声教育老汉细听分晓，问你一人你知不知晓不晓，我今日才来放不交，静待牛相回头看呀，原来是贤弟将白袍，贤弟将啊且稍待，你等我收了杆罢了雕，打上木板往上跳，伸手抓住了将白袍，问声贤弟你可好，今日你带兵又往哪里朝？白袍说铁贼一呀遭了反，咱抵住他命，我带兵前去刀，你等我
带了声装回朝，金殿衣裳大本包，官报你官复原职，永立当朝，敬德文听，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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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磨提包裹时提起来包裹我瞅错没瞧后山曾把刘王包我也曾日夺三关也去霸寨之杀的儿亲王他误出奔逃大战刘王归顺了回头来又把亲王包暂避住他死我知道他命我尉迟敬待把铜钱找二刀圣旨发高丽并行在摩天岭上断粮草被马破一场战乱马营收来献敌将白袍太平之年文官好武将之年武将好至如今咱弟兄共和在我的先帝呀包括的重量事实你我可不在